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银和木石的偶像。启示录九章二十节。圣洁公义的神啊，你们有慈爱恩典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你赐下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成就救赎之恩。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，遵从你的律例典章，敬虔度日。求主帮助我们谦卑自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愿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